各位好，我们来看范例一，这是向量的加减法。在这个平面上呢，有两个向量 A 和 B， A 是 6i 加 3j， B 的话是 3i 加 6j 啊。那请在底下的方格中呢，以平行四边形法画出 A 加 B。然后再以三角形法画出 A 减 B， 那三角形法跟平行四边形法其实都是需要做向量平移。什么意思呢？像是我们的 A 向量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它是向右六格，它是 6i 加 3j， 所以是向右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 i， 然后三个 j 啊，所以这是 A 向量。B 向量是 3i 加 6j 456、哦、这样子。那要怎么画出 A 向量加 B 向量呢？那首先我们把这个 B 向量呢做平移、哦、B 向量做平移，然后让它的起点跟 A 的终点相连，那就可以画出这样的结果、哦、它也是要向右三格，然后再向上六格，这个位置我们要从这里画过来。好，所以来画一下。好，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的 B 向量平移，然后 A 向量也要做平移哦。A 向量也要用相同的方式做平移，那要把 A 的头呢移到 B 的尾巴，把 A 的头移到 B 的尾巴，移过去，那最后就会得到这样子。这个就是把 A 和 B 都做了平移，向量是可以平移的，所以最后呢，再把一开始的起点连到最后的终点，那就是 A 加 B 向量。所以我们的 A 加 B 向量呢，就是这一段红色的这一段。这个就是我们的 A 加 B， 这样子。那如果是要接下来看第二张图，然后我们要算 A 减 B、要算 A 减 B， 要用三角形法的话，那三角形法也是要用这个向量平移、也是要向量平移。那我们可以这样做，我们把这个 A 减 B 呢看成是 A 加负 B、看成是 A加上负的 B 哦，这样就会变成加法。那我们首先要找出负 B 是哪一段哦。好，那既然 B 是这样子啊，啊 ，B 是向右三格，向上六格，那它负的话就是整个把这个向量倒反，整个倒反就是负 B。那我们可以这样画，好，这一个蓝色的这一段就是我们的负 B 向量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再把负 B 向量做向量平移啊，其实也不用啦，就是A 加负 B 其实就可以直接看成是负 B 加 A， 对不对？那所以是不是用三角形法就是负 B 向量，然后再 A 向量，那不就是从负 B 这个开头起点开始走的话，那就是走这一段之后再加 A， 刚好它的确已经头尾相接了，所以这样不就可以得出负 B 加 A 吗？就是这一段，这一段，然后再加上这一段，那结果就是哪一段呢？
结果就是这一段，这一段就是负 b 加 a， 因为它就是这样子下来，再这样过去，所以最后答案就是这一段。这一段就是 a 减 b， 也就是 a 加负 b， 也就是负 b 加 a。这就是第一小题哦。那接下来第二小题要怎么算呢？请用坐标解析法算出 a 加 b 和 a 减 b。那这个更简单的，直角坐标就是让我们可以 x 加 x，y 加 y。所以第二小题更简单。坐标解析法 A 向量就是 6i 加 3j， B 向量就是 3i 加 6j， 然后当 A 加 B 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写为96加 3i 的部分就是 x 方向， i 的部分就 x 方向的就自己加减6加 3， 然后 j 的部分就 y 方向的也自己做加减，所以最后结果是 9i 加 9j。 那 9i 加 9j 的话其实也就是 a 加 b 的长度， a 加 b 这一段向量，那它这一段向量的长度就是一二三一，就会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然后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它就会是向右九向上九，所以它的大小它的量值我们会习惯加个绝对值，把向量加绝对值，就是在看它的大小，就会是九根号二。这就是前面的这个 a 加 b 的数值，就是大小就是9根号2，那向量就是下面这个，写清楚一点则是 a 向量加 b 向量就会等于 9i 加 9j。 那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是要求 a 减 b 啦，那一样一样也是i 的减 i 的啊， j 的减 j 的啊。好，我们再把它照抄一遍。好，那结果就会是负 3i 再加不对，不是负 3， 是6减3的话是3 3i 减 3j。 所以是不是向右3向下 3， 对不对？就是 a 减 b， 它就是向右123，然后向负 y 方向123，所以这一段的向量就是它，然后它的长度呢就是把 x 就 i 的分量平方加 j 的分量平方再开根号，也就是3的平方加负3的平方开根号，就是3根号2。这就是这两题做一个向量加减法的练习。好，谢谢各位。